你有人打跟你打招呼。妈咪啊！今天带你们来一间可以看动物的 cafe， 是不是觉得很特别嘞？保证你们没有来过的。今天带我吃什么？啊，不要不用讲啊，你都没有让我吃完过来，我们进去。哇，可以哦，这里很有大自然的感觉哦，把将隐蔽的地方都给 Rainy 找得到哦。有三、，Let's go。哎，还记得看，有三只小马。进去喂哈。Rainy 现在玩到 Omakase 自己选菜哦，选肉天吗？马将叫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！他们的嘴巴是这样子。这一次我问你，马有多少只脚？错 ，close up 一下。你礼貌吗？你尝过我，你知道吗？很骚的羊骚味啊！哎，人心。你像狗哎、欸。你有人打跟你打招呼。快给我吃的！大样子像我，啊，羊这样可爱，瑞尼吃得下呢。哇，白色真是不错，有南部人。就是那土拨鼠，阿贝。瑞尼，这次买那个 emoji 啊，那只来的。对呀、啊。你打算养？哎呦 ，Q 啊。嗯 ，Q， 哎，你看它很享受。瑞尼现在是要弄它睡觉，你要方便煮。讲它有爱心，根本算不上有爱心啊。这是杠，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叫李龙浩来唱一首不将就来，这里是爬虫类。咦，现在我不敢动了，你看嘛，它整个那个脸型像石头这样子哎，它整个像化石这样哎，跟家里的壁虎差不多吧吗？你来，你哪个跟我们家壁虎不同哎？我这个很夸张，大家跳过港海一点不了吗？啊，妈咪啊！哇，这边还有各种品种的蛇，这里一条。要慢慢欣赏一下了。这个很像 crocodile 哎。你收到。来着。王仁义，你现在已经吃到另外一种境界了哦。什么叫吃到另外一种境界？我不知道还没有开始叫东西吃。我妈感谢吗？以为我不懂哎，厉害哦。讲那个羊要怎样处理啊？是养腩啦，还是拿来做那个 lamb chain？ 刚刚我们喂的那个羊啊。啊、哦。你不是以为我们只是吃 Omakase 吧？我们来这边是吃 cafe 的 ，OK？ 还有这些 nasi lemak， 还有一些很多 Asian food 的。那个鸡油该有在那边吗 ？Thank you。哇，兄弟，这么隔壁五杯的。这个是这个 cafe 的特色的，它这边是有五种不一样的咖啡，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州属。哇，这杯最高了，应该就是 KL 了。这隔壁有一点烤过的味道，应该是冰的。哇，这个颜色比较像白咖啡，不用讲，这是怡宝了。这个有古拉马哥的香味，肯定是马六甲。OK， 你赢了，等下你就付钱。我也很有特色。这是奖励来的。现在可以收我了。收什么我？然后我拿蛇给你讲。Okay. Saute chicken rice, nasi lemak panggung, seafood aglio olio, Hainanese chicken chop, kids meal。啊，这里连儿童套餐都有。这牛肉没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哎，趁热吃先，里面有肉片，一汤就熟了。这牛肉块，你看这老拉来的，好，这牛肉丸，这塔勾龙，然后反正好处是可以刷完那个汤的香味进去，来，那牛肉口感很好。哎，你啊，还没有看到这只牛啊？不准你这样啊！嗯、啊，这个 nasi panggung 是 Lap Bro 这边的招牌的，所以你去到每一间 Lap Bro 就一定要是点这个整大块哦 L shape 鸡腿，咯吱咯吱，嗯，这个很脆啊，这里好亮，超香，这脆脆带一点辣，外面这个脆脆是香料炸出来，所以也特别的香。这个是老妈的饭很香，带一点香料，啊。这个交给你的，咸咸的圣诞鸡 ，cross lychee jelly， labrus bun， ABC， 千堆。这个面包呢是他们这里招牌面包，有六个味道。这家面包那面粉很细，宽厚甜品，而且这个 dessert 还有 buy one free one。哎，一送一，你叫两碗，他一碗送给谁？哦，你给刚才那只羊吃了，然后他就更加清甜，去找他去。要不要看我的手？哎呦我的妈！
你这样多结局了吗？